我们现在用小雪的账号哦，吼，哇，1000多颗石头啊！打这个李王梦魇几？哇，还没打过哎，还没打过哎，还没，我还没打。New 哎，没有。OK， 我现在用你的账号来打。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有没有？要挑战是不是？对，挑战。我跟你说，一定可以过的。一定可以过啊。那不能吃石头。不吃石头。好，不吃。怎么可能吃石头？因为这石头就是我专门在吃的。让你念设计的谁？那个明艳、哦，还是你是猜到 的？猜到的啊、哦，猜到是不是？
好厉害哦，室内设计，我觉得很厉害。他就是发现不行。他说你不是念自优班吗？就是那种念我们前段班，前段班应该是不到自优班了、啊，就是算是好的班了、啊。好的班，有一些不好的班就是可能再多八九这样子。所以你以前都没有翘过课？翘课有啊，翘课是有啊。那这样怎么就是好的班？欸、我跟你讲，你听我讲，我进去啊、哦，我都没有翘过课、欸，我国中进去哦。谁啊？第一年第一次段考哦，进去哦。全校第三名，哎、欸，八科哦，783分，全校第三名。你是怎样作弊的、哦？没有，那个时候是真的、啊、老师，那个时候是真的认真念书。没有，我觉得他，欸、我觉得他就是串通老师，跟老师讲的，哎、欸，老师就是然后就是让我过程啊，怎样之类的。没有，我那个时候真的认真念书。真的假的？我是后面遇到交到一些就是可能是爱玩的朋友，爱玩的朋友，就是开始打电动啊，干嘛的，然后就开始一落千丈，就变现在这样，一路就是变到这样子了。对啊，这样。可是你说交朋友真的要慎选，所以你成绩有这么好过？我成绩是优生啊。那会不会就是如果你没有交到这种坏朋友，你可能现在就是台大毕业？你台大，发哈佛了、啊？真的真的。你真的是有够会讲哎、欸。他说我觉得哈佛哎、欸、不我说他台大真的是给他就是很大的面子，因为想真的是这么离开，说他台大，就他自己还自己说，而且他是哈佛毕业。真的，要是我一直努力不懈读书哦，就不可能这样子。好啦，我相信呐，因为真的厉害，因为你看嘛，你转租可以这么厉害。转租其实我觉得跟智商应该也是，是的。就是逻辑观念什么的啊！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，你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聊天室里面的人都比你笨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他们来看我的台的话，有没有看一看就变聪明？看一看变聪明。对啊，我观众都超聪明。那所以我们随时要关注小雪。对，多看然后就变很厉害。没错、欸，你看你打王冠了、啊，没吃石头啊，就在我们闲聊之中。对，好厉害哦，他。可是你有没有吃石头，我都不知道。真的没有，等一下是没有吃石头，最后面会出现零食。好 ，OK。一个自由生的堕落史，我还剑桥，哎、欸，有人说剑桥，剑桥没有哈佛，我应该都算是世界名校。反正是单身多年恋来的、嗯，可是我也是单身啊，我怎么没有那么厉害？然后最后一关了，哎呀，给你转了、啊，给我转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就开技能，开左边那个。开左边那个，开左边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开左边那个，哎、欸，你看下去，然后他就帮你那个摆好。啊？所以我完全不用转了、啊。你就动了一步了。哇、哦，都转七卡宝！厉害厉害，有没有很简单？是不是很简单？没有，你他都帮我排好。再开一只，再开右边那只。他都帮我排好了。对啊，这个游队伍根本就专门为你设计的，你知道吗？哦、啊，结果又是手转七看爆，谁敢再点一下？对，这个你看随便打2亿9000万，不行啊，这个好虚哦。不过可是这个就是强啊，很强，我知道很强啊。你应该理解我昨天跟你说的，就是说现在不用转度很强，就是靠队伍强度一样可以过关。嗯，但是如果靠就是一样靠技能干嘛？我不会说这样我自己很厉害，我就不会，因为我知道就自己就是你看嘛，就是他本身就已经六康了，然后你自己再转个一康啊，OK 七康。可是我不会这样跟自己讲说，哎、欸，我很厉害，我七康这样子。对，我烂就是烂啊，又不用怕别人知道。啊，临时当官。耶嘿，临时通关，临时通关。小雪帮同学过临时通关。